谢谢我们可爱的舞蹈人，谢谢你们。亲爱的观众朋友们，大家好，欢迎您收看我们中央电视台《非常六加一》。别忘了我们那句老话，既然有梦想，欢迎大家。今天啊，您可算来着了。今天可是我们《非常六加一》儿童系列特别节目，来自全国各地的五组。您刚才看到了那么可爱的小身手，将在我们这个舞台上展示他们的才华，和大家分享他们的梦想。而且每一个人都有一个特殊的任务，要挑战我们的大明星。他们究竟要挑战谁呢？首先为您介绍我们中央电视台少儿频道的节目主持人哆瑞咪。大家特别喜欢的演员主持人关凌。关凌今天好漂亮啊，必须要重视。小朋友们一挑战我们，我们俩就哆嗦。我们首先从这形象上重视，必须的。那准备好应战好不好？来，赶快让我们有请今天的一号选手闪亮登场。哥哥驾到。点评啊，关凌姐姐，关凌姐姐，你看我们穿着花盆底呢，赶快夸夸我们吧。关凌姐姐坐着好羡慕你呀、啊，因为我自己是满族，我就老想哈，这要是不是在以前我也是格格呀，是不是？然后我也没什么机会能够，哎呀，梳上这样的旗头，穿上这样的旗袍，穿上花盆底儿，没什么这样的机会，所以刚才看你。在舞台上特别漂亮，我全是羡慕。嗯，特别好，谢谢关凌姐。哎，格格您挤一下，来，格格跟我们大家做一下自我介绍，让大家认识一下你。
大家好，我叫格格，我今年5岁了。你应该是什么格格呢？你觉得？我是百变格格。为什么是百变格格呢？因为我会变很多的妆。你还会变很多的妆啊？比如说，你可以变什么妆呢？我可以变街舞什么的那种范儿的。哦，明白了，马上从那个年代，唰变换成现代派，是不是？是。那唰就能变吗？我可以让你们给我一点时间，让我换一下。好的，咱就格格，您这花盆底儿，在台上变还是？正好，你踩着我了，格格。哎呦，我的个亲娘！格格，你准备好了没？准备好了。来吧，百变格格。我再给你建一个吧，我从中国给你变到外国，好不好？哦耶，格格的免伺候着来，帅不帅呀，温宝？现在要从中国穿到国外去了，好不好？好，准备好了吗？准备好了。哎呦，你看看，马上又帅气起来了，来，3、2、1，走。OK。是百变格格，其实看着孩子这么活力四射，我心里特别的高兴，因为从他出生一直走到今天，特别的不容易。到底有多不容易？有一个小短片，我们一起来跟大家分享一下，好不好？来看。
前那几个镜头了吗？真的是好让人揪心啊。你还记得吗？你出生的时候多重？我出生的时候才两斤多点儿。两斤多点儿，一公斤多点儿，当时特别的危险。妈妈今天来了吗？来了。哪个是妈妈呀？哦，你是妈妈是不是？是不是宝宝出生的时候让大家挺揪心的？啊，对，他出生的时候是在我怀孕六个多月的时候。六个多月就早产了，是这个意思吗？之后的话，幸亏他自己的生命力还是挺强的，在医生的帮助下，他自己挺过来了。现在身体挺好的，跟那个男孩子一样，特别的皮实，而且天天开开心心的。现在已经是我们全家还有我们学校的开心果啊。是吧？哎呀，真的不容易，妈妈爸爸都辛苦了。你看妈妈都舍不得哭了，我看着也好揪心。我看你身上插着管子，在一个箱里面。志欣姐姐过来。那我不是现在身体健健康康的吗？我想让你和我一样，每天都开开心心的。嗯，你健健康康的，大家就都开开心心的。妈妈。妈妈也心疼你，要不要安慰安慰妈妈？你对妈妈说什么？我感谢爸爸妈妈给我带到这个世界上，爸爸妈妈，我爱你们。嗯，妈妈爸爸也好爱你呢，健健康康的成长好不好？那接下来我们就要挑战大明星了，准备好了吗，两位大明星？哦耶，请戴上眼镜。我们活力四射的小宝贝接下来要挑战大明星，他会怎样选择呢？来，宝宝请判断。难拒绝的，是不是？是是是。宝贝儿，你要挑战关凌姐姐什么呀？我想，既然我是百变哥哥，那我就给你们来个百变十连拍吧，看你们谁能变得过我。哦，百变十连拍，十连拍有点多吧？一般咱们都是三连拍哈，撑死了五个，这一下就来十个，看看好不好？啊，好好好，宝贝儿你先来，向老师学习。来，宝贝儿开钟啊，百变。十连拍，来，一、二、三，哎呦，四、五、六、七、八、九、十，收！哎呦，最后还有一个收，哎，好可爱呀！太 Q 了，对，关键是他还有几个什么大猩猩似的，哎，还有一个抠鼻子呢，哦，还有一抠鼻子，有点不雅，没关系，孩子就是个可爱。哦，好，我们咱们一起吧，好不好？咱一起再来一个十连拍，一起。我要是想不起来的话，我得偷抄他一下，必须的。啊，我就想不起来，我就看你，我就抄你的，怎么样？跟关凌姐姐一起再来一个十连拍，好不好？来，好，孩子，争取你满意啊，来。听我口令，一、二、三、四、五、六，对眼儿，七、八、九、十，大猩猩收。你是真格格，我是假格格，超 Q 是不是？嗯，满意了吗？满意了，给他打个分数吧。好，多少分？100分。哦耶！谢谢鼓励。好吧，两个格格，来，手拉手一起走。好，拜拜，再见，再见。哎呀，多可爱呀！
好的，亲爱的朋友们，接下来让我们有请今天的二号选手闪亮登场。当中谁是队长？我，你是队长，个儿最高是不是？是。队长，请问你希望得到谁的点评？走。喂，咪哥哥。这得三个人轮着说，哆来咪哥哥。啊，我们特别喜欢你们那个功夫了得啊！练了多长时间啊？那我觉得，我很难企及，就想。你在我像你们这个年龄的时候，有很多的动作我都不敢想，你们今天都能在舞台上表演了，而且表演得这么出色，看来台下付出了很多很多的辛苦。队长，请问谁来做自我介绍？我，你先来是不是？来，大家好，我来自辽宁省辽源市006街舞团，我是队长高明。我是副队长马春，我是邓普杰。哦，三个人，两个是干部，一个是兵，一个队长，一副队长。你还是政委吧？这个是队长、副队长、干事。哦、哎呦，真有意思！咱队长多大了？九岁，九岁，七岁。队长、副队长都是九岁。你看，我说欺负小孩吧？小孩七岁。那请问你们这组合组合了多长时间了？两年。两年了，在一起配合。你们的组合的名字叫做00后街舞团。为啥叫00后街舞团呢？因为我们都是00后出生的。那是啊，对呀、啊，才九岁嘛，00后街舞团是不是？那我听说你们这次来的时候有一点小矛盾哦，是这样吗？是。那谁跟谁有矛盾呢？我俩。就队长跟副队长是吗？就还是干部太多了。那对，队长跟副队长有啥矛盾呢？他跟我抢队长。俩人抢队长，你要扶正是这意思不？对。你为什么想当队长呢？因为队长管人有权利，还可以不让高明欺负我。欺负你吗？你欺负他了吗？没有。他怎么欺负你了？有一次在饭馆吃饭，觉得他不让我夹菜，还有一次把我鞋给藏起来找，害得我和邓普杰找不着了。你把他鞋藏起来了吗？没有。那他鞋怎么找不着了呢？不知道。你自己丢了，不要怪我。那你有不让他吃饭吗？没有。那他怎么说不敢夹菜呢？我俩夹的。他不让我夹菜。那他为什么不让你夹菜呢？我怕老师从他抢。哦，他从你们的筷子头上夹菜是吧？所以就不让啊。副队长，请问你要想成为队长，那一定要有实力啊！请问副队长，你的实力怎么样？有绝技绝活没？有。什么？我的绝活是托马斯，高明打托马斯打的不行，不标准。啊，我托马斯打的比较好，所以我该当队长。我们先看看好不好？行。
壮啊！你一看，人家向你挑战了，队长，他有绝活，你有什么绝活？我拿风车挑战他，他风车不会。哦，那你试试，让我们看看好不好？来，走你！哎呀，可以啊！队长，我明白你的决心了。哎呦，队长要拼了！捍卫自己的位置啊！你们俩觉得谁能当队长？这俩都不错。其实我觉得，你看，你们在创建这个队伍之初，就是因为有共同的爱好和共同的目标，才走到一起的。谁当队长都不重要。就像你一开始说的，你们是哆来咪。哆来咪是无法分开的，你看，这是属于。但是这里面呢，我其实很好奇，小伙子，最默默无闻的就是他，您能先跟队长换一个地儿吗？孩子，来，嗯，哎，那个我不挑事儿哈，咱才七岁哈，比他们俩都小一点点，你想当队长吗？不想。你看看我们多淡定，你为什么不想，小伙子？当队长得激动着别人。我的丫头，我才不去当队长，谁愿当谁当。我不愿意当队长，队长挺累的，还得教别人动作，谁愿意当谁当啊？那你业务好不好啊？你技术好不好？好。你是技术骨干部？是。你是业务骨干部？是。你看我们不当队长副队长，我们就当一个业务骨干就行了，是不是？是。啊，你哎，小伙子，你没有表情是吧？你会笑不？你能冲我笑一下吗？七岁，真的，你也有绝活吗，孩子？有。你有什么绝活啊？我会一个他们都不会的双手干。哎呦，业务苦干就是有绝活，来，给我们展示一下。其实他们三个人当中啊，真的是每个人都各有绝活，都有别人所不能比的，就看谁能包容对方，谁能带领大家，谁能当队长，好不好？啊，认了不？认了不？当副队长也挺好，是不？还不服啊？看出来了。嗯，那我们看看这三个人。想挑战谁好不好？两位请戴上眼镜，挑战大明星。三个孩子会挑战谁呢？请就位。那我们小孩怎么办呢？你不能这么欺负小孩啊！副队长说我要红旗，队长说赶紧的，赶紧的，咱赶紧的啊！来，你看我们不争不抢的多好，来，咱赶紧的啊！请选择。今天我们队长副队长也得上了是吧？没错。队长副戴熊猫头和显个儿啊。你就时刻表现出来你是队员是吧？与众不同是吧？哎呀，来问一下队长吧，要怎么挑战他们？派小董啊，派他出去。你们连最小的都挑战不过。
那肯定，刚才你看你那个动作那就不行。我这好孩子，这他们欺负你不？不欺负我，派我出去是信任我。你看看人家就觉悟，好吧。那孩子，你要让他们挑战什么？头转。头转是吧？你先给我们，你先给我们做一个，然后看看怎么挑战，行吗？好孩子，小心啊，来。人家别的节目啊，录下来要钱，哎，我录这节目是要命啊！哎，我这么摸着他这个头盔都烫了，和我们这队长是喊，哎，别喊停，他能赚500多个。你是亲的队长吗？他真能赚500多个呀？能，真的？真的？你能吗？能。他能吗？500多个？他不能。哎，你看看这队长，我看你俩，你们这个，队长要包容，包容啊，要以德服人啊，包容淡定哈，宝贝儿，哎，好吧，那来吧，来，开始。我都晕了，真心的晕啊，这老顺时针一个方向转不行，真心晕，我都走那头去了。队长，请问对两位的表现可以满意了吗？可以。可以，不难为他们了，是不是？是。也给打个分呗，副队长打个分呗。100分。你看看，哎呦，你看看，副队长你还能进步，有这份进步不就成队长了？就有这份包容的心就特别好，好不好？谢谢你包容我们两个不成器的学生了。好的，那再次谢谢杜冉斌，谢谢关林，谢谢三位可爱的孩子，加油好不好？练出一身好本事，来，谢谢。好，亲爱的朋友们，接下来让我们有请今天的三号选手闪亮登场。让我们欢迎小天鹅，好美啊，真的纯白纯白的。你是学芭蕾舞的吗？是。
哦，真的？你想听到谁的点评？哆啦咪哥哥的。哆啦咪哥哥给我们点评一下，谢谢您了。我就一直认为，女孩子小的时候要学点芭蕾舞的话，就有一种公主的气质，所以我特别的鼓励更多的女孩子，小女生都学习芭蕾舞。嗯，好，谢谢哆啦咪。可爱的小公主，你能给我们做下自我介绍吗？行，我叫胡媛媛，来自深圳市的金牌王，我今年8岁了。金牌王，得金牌就了不得了，还是金牌王？你是得了多少块金牌？我得了24枚。24枚全是金牌吗？是。今天把金牌带来了没有？带来了。我能看看吗？行，来，让我看看。你给大家看看，看得见吗？你能告诉我这是练什么得的这么多金牌？是体操是吗？是。这是体操的金牌，24枚。你练体操练了多长时间？好孩子，从3岁到现在已经5年了。练了5年体操，练体操特别苦吧？还行。还行，啊，你这个这么多金牌当中，你觉得含金量最高的是哪一块？含金量最高的是我比赛自由操的。为什么比赛自由操的含金量是最高的呢？因为比赛自由操的不光是比技巧，还要有舞蹈和感情在里面。真的，因为你刚才表演的是芭蕾舞，是不是？我们还没有看到你体操的技巧，能不能给我们展示一下自由操？嗯，好吧，来。真不容易，孩子，这是练自由操是不是？是。自由操要带着情感，带着舞蹈的状态。那你刚才告诉我，你是从3岁开始练，练了5年，今年8岁了。你觉得最有纪念意义的是哪一块？一般来说，第一块金牌记忆犹新。你能告诉我第一块金牌是一个什么项目吗？平衡木。平衡木，你喜欢平衡木？那能不能给我们展示一下你第一块金牌的技巧，平衡木，好不好？好。好，来上平衡木。说不定这个孩子就能成为我们奥运赛场上的一名选手。好，那接下来，好孩子，我们要进入挑战大明星的环节了。
看到了孩子不仅会舞蹈，而且会体操，身怀绝技，吓得哆来咪把眼镜都戴反了。他将会挑战谁呢？两位，请戴上眼镜，请选择。请摘下眼镜。就知道我们哆来咪哥哥体育好啊！哆来咪哥哥说了，从小就爱看体操节目，啊、真的吗？特别的崇拜体操明星，快上去吧，来。能感觉到关凌有点幸灾乐祸的感觉。我是看热闹不嫌事儿大的那种。其实我也挺想让关凌上来的，但您那小裙子。上了这儿可真是，主要是我连马路牙子都走不了啊。哆来咪，注意你的老腰啊。哆来咪，您的肚子已经超过了平衡木了，先上来再说。哎，你是不是应该把袜子也脱了呢？你能退回来吗，兄弟？你得退回来，从这头走到那头。就从这儿走吧。这边没垫子，你就让他从垫子那儿走吧。行，预备，特别美美的走过去啊！天哪，哆嗦，我替你稳着。整个平衡木都在抖。哎呦，行啊，大跳，这大跳呢？这大跳呢？你的前滚翻呢？要跳下来了是吗？钻，我看看行不行？不是。哎，你能过来吗？你真的能过来吗？对，你真的能过来吗？兄弟，你能从这儿过来吗？你从哪儿掉下去的？你就得从哪儿钻过来呀、啊！你别那么着急，不行，别勉强啊！不行，你就认输也可以啊。学习，再加上因为第一次来到非常六加一，特别的高兴，然后呢，让在座的每一位的观众朋友们，还有电视机前的更多的朋友们支持非常六加一。谢谢。那你说啊，孩子们，你注意你的手啊，孩子手可没着地，你害死他算了你，侧手犯啊。
真是他 N 年了，真的 N 年了。我早知道你有这本事，我就那啊哈也不那什么、啊。我来把鞋穿上吧。不是，这是你真实的高度是吧？太牛了！我觉得再次掌声鼓励一下，太棒了。关玲，多牛啊他！他合着以前是体操队的，你以前干嘛的你？以前我就是搞舞蹈的。真的假的？有有身材吗？你干嘛的？以前学京剧的。哦，所以有童子功，太棒了！所以说不要看外表稍微丰满一点的人，你就以为他不灵活。哆来咪的所有的今天的表现都证明了他是一个柔软、轻盈、有魅力的丰满的人。好，真棒！好孩子，今天他给了我们一个惊喜，你满意吗？满意，满意，给他打个分数，100分，给他一块金牌，好不好？不是要把你儿子的金牌给出去，好孩子，哎呦，真棒！我觉得在中央电视台要举办体操大赛的话，你真的能赢得金牌。以后运动会上啊，别忘了露这一手。好孩子，在你的激发下，他都快成冠军了。谢谢你，谢谢，谢谢好孩子，谢谢。太牛了你！对，回家我今天就问我老公会不会手不着地的那种翻，侧空翻，哎，这叫什么侧手翻吗？侧掉，侧空翻，侧空翻是吗？好，亲爱的朋友们，接下来让我们有请今天的四号选手，闪亮登场。是能够让我们把这个故事能够听明白，哎，我觉得他那个劲儿特别好，嗯，而且尤其是最后，我特别喜欢他那个结尾，就最后随着那几个锣鼓点儿，那个手势啪啪啪啪一定格，给我们大家一个完美的这么一个收官。好孩子，给我们大家做一下自我介绍吧。大家好，我叫吴以翰，我是河南小良妹，来自郑州一六岁，漂亮的眼睛，甜甜的嘴，嘴窝里充满了蜜糖水。祝愿大家生活越来越美，支持吴以翰，绝无遗憾。
叫什么名字？武意涵。武意涵，用河南话说就是无遗憾，是吧？是。我听着就是无遗憾的意思。哦、我不知道你的家长给你起名字的时候会不会有这样的意思啊？当然有啦。你是这名字谁起的？这个名字是我妈妈给我起的。她为什么要给你起这样的名字？她跟你说过吗？因为这个名字用河南话说，武一涵和吴一汉是一个发音。爸爸妈妈希望我长大做一个有艺术、有涵养的人，做什么事情都不要有遗憾。哦，所以叫吴一汉，是吧？你学了几年戏了？两年啦，快三年啦。都快三年了，你学的是小花旦吗？咦，你咋知道嘞？我就是学花旦的。刚才我唱的戏呀、啊、就是花旦，其实我也会唱老旦，为了不留遗憾，我就再为大家表演一个老旦。哦，老旦是哪一出呢？是皮影戏《亲家母》。哎呦，名段，一起来欣赏一下好不好？来，好孩子。但是我有一个要求。你有什么要求？我要求你和我一起合作一下。我是你亲家母是吗？你就在旁边在那看着就行了。我当然看着你，我永远看着你啊，好孩子，来。我就这么看着，还是这么看着？就这样、啊、就这样就行哈。
今又破今又拽死。哎呦呦呦呦呦呦，哎呦，又破就拽死。OK OK， 第几行最后那个 ？Work hard days and nights。Work hard days and nights。哎呦，这河南味儿的英文还挺有韵律的。咦，咋真好听嘞？咦，你咋真会唱呀？那个，你会这么多豫剧哈，还会各种不同的角色。那我想问问你，学戏是谁陪你学的呀？是我妈妈陪我学的。每周末早上四点钟，我和我妈妈就会坐着火车到洛阳学戏，然后再回来。有的时候为了省钱和省时间，我和我妈妈就睡在教室里。睡在教室里啊？那冬天不冷吗？我们看看照片。就睡在这儿是吗？就睡在教室的地上啊？是，你真心的喜欢戏吗？对。但是是不是有的时候也苦得想放弃呢？有过吗？还是妈妈特别激励你？我非常的喜欢，然后我妈妈就在那个纸上写一些话。嗯。因为来六加一，我还特地带来了一些，好让上台前看看，鼓励自己，让自己不再害怕。让自己不害怕是不是？我们看看家长是怎么激励孩子学戏的，来拿上来我看看，好吗？谢谢。有这么一大摞呢？这是妈妈写的吗？一篇一篇的。是。妈妈写的，然后。你会背吗？会。第一篇写的是什么？没有办不到的事情，没有闯不过的难关，坚持就是胜利。吴亦涵，加油！看出来了，这有痕迹，是从自己家墙上接下来的。第二篇写的是什么？记得吗？台上一分钟，台下十年功。哇，平时这就是贴在家里的墙上的。我看看家里，哦，这就是家里的那面墙，是不是？是。就贴在墙上，那这次来就从墙上接下来了，带在身边，时刻鼓励自己不要害怕，要坚持下去，是吗，好孩子？是。今天妈妈来了吗？来了，在那儿。你好，他妈妈。你好。你好。嗯。妈妈真的是一个特别有心的妈妈，就是用这种方式来鼓励孩子，是吗？其实也没什么，是吧？其实也没什么。吴亦涵呢，她从小就特别的喜欢戏曲，她是一个非常非常懂事儿、乖巧的孩子，特别能吃苦。学戏一定是特别苦。妈妈好像手里也拿着纸，这上面写的是什么呀？这个呢是孩子来参加六加一。我非常的开心，非常高兴，想鼓励一下孩子。这上台前我给孩子写了几句话。嗯，你写的什么，跟我们一起分享一下好吗？好的。一涵，心有多大，舞台就有多大。今天你站在六加一的舞台上，希望你能好好的发挥，尽自己最大的努力，不要给自己留下遗憾。妈妈相信你是最棒的，一涵，加油。哎呀，我看这个宝贝鼻尖上冒出的汗珠，我就知道学戏真的是件辛苦的事儿，加油啊！那接下来我们要挑战大明星了，看看今天两位明星能不能拼得过我们呢？两位戴上眼镜，孩子，请准备。是给你的鼓励，信心就是最大的力量。我们无论有多么艰苦，多么困难，只要你有信心，不断的朝自己的目标努力，你的梦想就会离自己更近。咦，可对嘞，可对对吧？啊，对，好，对。那宝贝儿，你现在可以充满信心的对他挑战了。你要挑战他什么？因为我是学唱戏的，
所以我今天要挑战的是看谁的眼珠子动得快。哟啊，眼珠子，戏曲当中的技巧。我嘴皮子还行，我这吃葡萄不吐葡萄皮，不吃葡萄倒吐葡萄皮，我这还行。但眼珠子怎么转啊？咱看看孩子吧，先来看看孩子怎么转。行了行了，再转就对上了。哇天哪，两个手指看谁转得快，好吗？来，你到这儿来。不是，我平时啊有点近视眼，我这有点看不清。两个手指头啊，你先教他一下。这有什么诀窍？这有什么诀窍吗？眼睛先看这只手，然后再看这只手。但是要特别快哈。来，我们看看他脸怎么样。你把眼睛睁开。我睁开了，睁开了哈！你这花旦的眼睛得大大大溜溜的啊！来，预备，开始。行啊！这个孩子别转了，别转了，要晕了。晕了，行了，小朋友，这个老长期盯着一个，他就是容易头晕，是不是？他老盯着这个就是。两只手互相看呀。互相看哈。两只手互相看。哎呦，孩子，妈呀！加上我这身子骨本身有点弱，这个练那个练不了这个。孩子，你练这个眼神练了多久啊？从学唱戏就开始练了。对，特别是小花旦的眼神是最灵巧的。但真的是不容易，我真的觉得他眼睛会说话。就是刚才唱那个亲家母的时候拉着你，哎，就是用眼睛好像在跟你对话。没错，这样我真得练。给打个分呗。满分是100分，我就打100分吧。哎呦，这太鼓励我了，这年儿可得劲了。可得劲了，但是可得劲的找亲家母去好不好？走，好，来，好，谢谢。好，谢谢，好孩子，真漂亮，谢谢你啊。好，亲爱的朋友们，接下来让我们有请今天的5号选手闪亮登场。到谁的点评？我想听到哆来咪哥哥。哆来咪，请给我们点评。你跳得特别棒，我也特别喜欢 Michael Jackson 的舞蹈，但是我觉得你有一种神似，有很多的小朋友都在模仿，除了动作以外，我觉得你能找到他那种，内在的对舞蹈的一种理解，这个是你跟其他小朋友不太一样，你可能在这个舞蹈当中有一定的天赋。可能这就是因为你一眼就喜欢迈克尔·杰克逊的主要的原因。谢哥哥。好，谢谢哆瑞咪。来，孩子，做下自我介绍，让我们认识一下你。大家好，我是临川的小 Michael， 别人都叫我 Michael Jackson， 因为我对 Michael 特别有灵感。我今年9岁了，特地来非常六加一参加这次节目，让导人民哥哥来看看我这个舞蹈跳的究竟如何，我也不知道到底好不好。挺好的。
充满自信啊。哎，你说你是来自于银川是不是？是。银川好美的，银川被称之为塞上江南，能跟我说说银川有什么好吃的，有什么特产吗？银川还有五大宝呢。嗯，有甘草、还有发菜，还有枸杞，还有贺兰石。宁夏五宝是吗？红黄蓝白黑。哎，你今天有带来给我们看看吗？见识一下。我今天特意带来了枸杞，我们看看好不好？要不然来给大家也看看好不 好？来，拿去。你看小麦克要把自己家乡的特产给大家一起来分享。真实的，我们俩抢半天一个没抢着。哦，真的吗？他就给你留了一小袋。你好贴心呐、哦！这可都是大的。哦，你看，真的个儿特别大。哎，这个我不大懂啊，是要泡水喝，还这么就能吃呢？可以泡茶，也可以干吃。也可以这么吃吗？可以。你看个儿真的是挺大的，银川带来的，我能分享一个吗？可以呀、我给你留了几个，谢谢，我收下了，好吗？哎，你看看，这孩子挺有意思，别人比如说给大家带个特产呀，都是用盆儿。咱这孩子是用帽子，你干嘛用帽子呢？这可不是一般的帽子，这是二班的帽子啊。不对，这是二位，是 Michael 的帽子啊。这是 Michael 的帽子啊。你会用这个 Michael 的帽子给我们展现什么呢？可以展现 Michael Jackson 的扔帽子。真的？那你给我们展现一下好不好？好，来。哇，这就扔了。这就是 Michael 的标志性动作，这标志性动作哈。那光扔帽子不行啊，除了扔帽子之后，还有其他的 Michael Jackson 的标志性动作，你能捕捉到吗？那肯定的，会呢呀。会呀、嗯、会什么样的呢？标志性动作都有什么，给我们展示一下好不好？好。哦，就是这个是吧？哎呀，标志性动作。哎呀，一看你刚刚就想起那个小时候我们看的，能不能唱点 Michael Jackson 的歌呢？必须的，俺都自称银川小 Michael， 能不会唱？能会唱啊。当然。那给我们唱一啥呢？唱你并不孤单，用英文来说是 You are not alone。 Alone， You're not alone。 好的，来吧。 You are not alone。 Your day is gone， I still wanna know how to be still。叫 You are not alone， 对吧？对。你知道这首歌的背景是什么吗？就是 Michael Jackson 给他妈妈那个唱的一首歌。对，希望他的妈妈不会孤单，
对，是不是？因为那还有 Michael Jackson 在，不让他妈妈一个人孤单，不要让你妈妈孤单。是，那你是不是也是你的心愿呢？是。嗯，今天你的心愿是什么？告诉我。我的心愿是让爸爸妈妈坐在一起看我表演，因为他俩已经分开了很久，没有一次能坐在一起看我表演。我今天爸爸妈妈有来吗？在那儿。哦，就是爸爸妈妈是不是？两位好，欢迎你们。你好，欢迎你们。我觉得刚才咱儿子说的特别发自内心，他其实他的愿望很简单，也许他并不是过来非要争什么非常小明星的，但是他的愿望就是希望爸爸妈妈能够坐在一起看看他的表演，来为他感到骄傲。爸爸好像也蛮动情的，我明白很多故事都会藏在心中。今天满意吗？满意。嗯，我们不去戳爸爸妈妈的痛处了，好不好？好。好，只要他们开心快乐就好了，是不是？是。嗯，那你还有别的心愿吗？还有一个心愿是，妈妈经常老抽烟，因为她在工地干活，所以我不想让她抽烟，抽烟对她身体不好。哦，明白了。这也是儿子疼娘，是爸爸妈妈关心妈妈。那个妈妈工作特别辛苦，有的时候忍不住哈提神儿，可能抽支烟，但是这些小动作都会被孩子看在眼里，对身体不好，咱就克制一点，好不好？ OK。 好，孩子，我注意到一点，我觉得你有的时候不敢看大家，这不好。你看观众不在地上吧，对吧？就在面前，是不是？睁大眼睛，充满自信地看着面前的两个大明星，接下来要挑战他们了，有没有信心？有。好，大点声。有。听不见。有。好的，就是这个小男子汉要挑战你们二位，请戴上眼镜来准备。挑战，来，你要挑战什么？小伙子，先掷出招来。你先来一点。你先来。我学学。就这个经典动作啊！不，来，我帮你拿，我帮你拿。比我好。哦，有那么一声是吧？我记得喊的啊，什么那跟狼似的那个啊，是吧？我那个，你那真跟狼似的。我这是狼，得有点霸气的啊，是吧？嗯，你来一下，你霸气一下，好孩子啊。就刚才跟你父母的那个愿望，有很多现在你同龄的孩子没有想过，所以说其实你今天无论父母做出什么样的选择，你说出来了就表达了。对他的话记住了吗？记住了。好的，那谢谢哆瑞咪，谢谢。哎呀，我们真的希望能够给孩子多一点信心，多一点鼓励。来吧，让我们有请今天的五组小选手再次登场。好，亲爱的观众朋友们，五组孩子再次登上了舞台，接下来我们就要评出今天本场的
非常小明星了，决定权就在现场观众朋友们的手中，谁能成为今天的非常小明星呢？只有一位或者是一组选手，究竟是谁？现场的观众朋友们请准备好，接下来请投票。哇，都有支持者，都有支持者。那亲爱的朋友们，今天的非常小明星已经统计出来了，究竟是哪一位或者是哪一组小朋友们，来一起看。非常明星到这里就要跟大家说再见了，别忘了我们的口号是既然有梦想干嘛你不来。如果你想获得更多的央视综艺动态资讯，别忘了可以关注我们的新浪官方微博央视综艺，或者扫描我们的二维码。下期就是在这里等着您，再见。